喂，你好，我是陈玲，欢迎收看十二月八日星期二的天下新闻。新冠疫情升温是再一次的加速了，全美五天当中就有一百万个人被感染，截至十二月八日的累计确诊是超过了一千五百万人。而面对抗疫的严峻时刻，疫苗的研发也再次发出了好消息。FDA 今天是发布审核报告，证实了辉瑞新冠疫苗安全，而且是有效率高达了百分之九十五，将于本周四举行关。 建的公听会最快下一周开始便可以派发疫苗，而当选总统拜登就披露了上任百日的抗疫打击。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十二月八日下午，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一千五百万例，只用了五天就增加了一百万例，速度前所未有。累计死亡二十八点五万，抗议队长福奇警告。 民众如果不配合防疫，年底节庆减少远行与聚会，明年一月中旬可能会迎来疫情的黑暗时刻。英国比美国抢先在上周通过对辉瑞新冠疫苗的紧急授权，今天第一批养老院人员或优先接种。九十岁的英国老太柯南成为全球首个接种者，之后会在英国陆续展开大规模的接种。 在美国，食物药物管理局 （FDA） 今天发布了长达五十三页的审核报告，详细列出辉瑞疫苗的各项数据，确认该疫苗的确和辉瑞早前声明一致，不仅安全，而且有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而且效用不分种族和性别等差异。最常见的短期副作用包括手脚和肌肉酸痛、头痛、发冷等等，但这些症状通常在一到两天之内就会消失。周四，FDA 将举行辉瑞疫苗公共听证会，提出接种建议。最终授权决定将于会议召开的几日后落实。一切顺利的话，疫苗最快将于下周发放到各州。 二零二零年底之前，辉瑞将为美国提供两千五百万剂新冠疫苗，占了全国的一半产量。明年初继续供应一亿剂，足够五千万美国人接种。而今年，美国政府将从另一疫苗商莫德纳购入两千万剂新冠疫苗作为紧急支援。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政府向辉瑞提出额外购买一亿剂疫苗的请求，但是由于全球需求强烈，未能如愿，要等到明年六月底才有多余的供货量。 因此，民众担心美国是否能像之前特朗普政府所说的，明年夏天之前让全民接种。当选总统拜登今天在介绍他的卫生团队时，表示会看重福奇的建议，同时宣布他的上任百日抗议大计。他准备签署行政令，要求全体国人在公车、火车、联邦大楼佩戴口罩。 并且在就职百日之内，让美国人接种一亿剂新冠疫苗，尽快让大部分学校安全重开，并且呼吁国会通过更多的抗疫经费，化解这场公卫危机。天下卫视编辑报道。